他是怎样？他就喝酒喝醉，就喝醉，然后我男朋友那个男生，他是我男朋友，就是手受伤的那个男生，就是我男朋友，然后之前当兵的时候的朋友，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约了喝酒，然后我们后来去 KTV 唱歌，然后又喝。我不知道他的证件，他只是我男朋友的朋友。他说对呀、啊，他一直跑啊，说要找一下问他是什么人啊。他那个 喝醉酒了啦。他跟我男朋友都是喝酒。你再看一下。这样还是就直接强制送医？对，要直接强制送医。你把我强制他带走。对，我们会带走他。你开，起来起来起来，那个救护车来了。起来起来。救护车会来。你是不干你们屁事，好好，没有，走开，不要翻我的床，走开。哇，你是以天为幕，以地为床就对了哈。来，来坐起来，等一下，不要碰我啦。你还这样子，浩哥，辣椒水，辣椒水，不要碰我。坐好坐好坐好，坐下坐下，躺着躺着，先不要躺着，很痛，真的很痛，我们真的很痛啊。走过来，躺下去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这样躺，躺了，小身子，小身子，小身子就好了，躺平，用讲的讲不听，但你们这是真的，你讲不听啊。这个怎么吵架？你怎么吵架？